天好。我们的建社长，还有我们尊健徐教授，还有我们所有的前总监，还有我们 Happy Board 的所有的福伦贵宾，还有我们福伦家庭的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啊，我要代表国际福伦3481地区哦，来为我们福兴福伦社哦20周年哦，献上最诚挚的祝福。那我这边哦，有三件事情要恭喜哦。那第一件事情啊，是我们福兴福伦社已经获得我们地区的这个最高荣誉奖项啊，就是我们的金质典范福伦社奖，大家掌声鼓励一下。那大家手不要放下哈，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拍手的哈。那第二个要恭喜的哈，是我们这个建社长带领的福兴福伦社做的服务计划。其实不只获得这个金质典范福伦社奖，他做的服务计划还获得我们的福伦愿景实践大赏的金奖，大家掌声再鼓励一下。另外第三件要恭喜的是我们建社长也带领我们福兴福伦社今年成功的拿到100%的保罗哈里斯自由社，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了。那事实上要拿到这样一个双金牌哦，甚至是三金牌哦，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哈，就如同刚才建社长啊报告的，五大服务哦，缺一不可，一定都要全雷打。第二个是福伦基金的捐献哦，一定要普遍参与。刚刚讲的哦，不管是巨额捐献，不管是 PHS， 不管是 PHF， 甚至是福伦基金的运用 ，Global Grant 的部分哦，其实都非常的精彩哦。那更重要的是，其实福兴社还培育了很多未来的领导人。好，我很高兴今年当总监哦，其实跟福兴社借了很多的大将哦，其中一个是我们的 AG Janus， 跟他喝一手。那当然 ，VAG 盛也是 ，VAG 盛在哪里？好，谢谢你哦。那还有 Benny 在哪里？也太帮我拉了很多了。那更重要的是，在我秘书团队的地区副秘书长 Anne。最年轻可爱的那一个，这四位其实对于地区的支持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哈。那最后一个哈，很重要的要件，就是对于地区活动的支持哦。那基本上福兴社哦，基本上是100%参与哦，只能说用全雷打来形容。那我这边哦，要邀请哦，所有福兴社的建社长，还有 PP， 还有所有的社友站起来。那我们大家要用掌声为你鼓励一下，你们这个都站起来啊 ！OK， 你们真的是非常棒哈、哦。那我们今年哎，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服务改善人生哦，在服务的过程中哦，我们改善别人的人生。那在服务的这个结果，我们也改变自己的人生哦。那我期许哦，这个所有社友都可以去感谢对方给我们服务的机会。用最谦虚的心呢去服务对方哦。那最后我要祝所有与会的贵宾哦身体健康，然后行路有风，事业成功，谢谢。